用碗，你的碗去接嘛，你下次拿个碗，碗过去接那个菜、啊欸像。像哥哥这样子啊，去接一下就不会掉。怎么一直挖挖什么啊？就找个鹅啊，就找个鹅。鹅啊，鹅好了，今天你要去吃了。你再跟他拿一个汤匙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你的肉过来了。不是我的肉。那是谁的肉？我的肉哎、欸，那算了吧。那给我好了。好啊，爸爸，我的肉，我的肉吗？肉在里面，存在这里面。你看，在这些蔬菜堆里面。哪有他踩到这，然后他踩到筷子，然后他也不会传了，然后我就很怕，他只会管不上我，他只会管谁的，这不是我的，我的衣服没有那么深。他们那边是不辣锅啦，我们这边是辣辣锅，刚好区分两边。他本来是坐这里的，那你不会打架？千羽来了。他本来。